这边就给他去给他奖品，先给他多一点。丽小姐，奖品送上。其实每个处室都可以跟他讲，每个老师都会跟他讲。好，再来就是，请问，如果你想要智慧学校的师长们，有哪些对象可以跟他讲？阿祖，女生导师跟阿祖讲，超难的，这题超难的，有没有知道？你可以智慧学校的哪一些？哪一些老师？护士阿姨，跟他讲。对，没有错，老师丽小姐上，没有错，第一步你可以先私会我。丽小姐要做男朋友，丽小姐要可爱哦，现在签男朋友哈。好，那再来，请问除了老师还可以私会谁？还有啊，学校不是只有老师，还有其他人吧？护士阿姨，护士阿姨，校长。你们知道学校每天是学校最大的这个人出来就有音乐的没有回答，没有回答，那我 pass 了，让我想答案。校长、老师、所有学校同仁都可以，他们都会帮你在智慧到